扇贝终于买到带黄的了。嗯，买到带黄的不容易啊。眼睛，嗯，黑的是他的眼睛。扇贝柱，麻辣章鱼毒啊，家人，真脆啊！这个大鱿鱼香，这个比较干净。
有点辣。红烧海螺，海螺是鲜活发货，黄出来，大海螺，快点，干就不用去了。非常鲜美，想吃的下面小黄给我吃啊，黄更完美。走到小了。